三代封影是巅峰对决产出的一个忍者，可能很多人已经拿到甚至升星了，但还有一些玩家没有招募。这个忍者跟之前的大岩木或者是要塞里面的仙人自来也差不多啊，强度肯定不算主流，基本就是收集加战力，偶尔打个娱乐。三代封影的技能机制就是能量条会随着时间增加，满能量条以后，长按对应技能会消耗能量条释放强化效果。一技能有两段，第一段是近身击飞，同时强化普攻；二段杀铁块攻击。二技能就是一个远程的抓取，速度很快，对面不好反应。满能量条后长按二技能可以有更长时间的抓取。一技能长按就是多段的攻击，打出更高的伤害。一般的情况下就是留着能量条长按二技能抓取卡替身。虽然这个忍者的强度不高啊，但效果等方面还是挺不错的。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忍者的实战效果。懐かしい。